包商，好，所以政府就这样都会找一些人来模糊焦点。哦，让他进去了。好，那我们往后退。这样过来，包商跟他们关系真好。那包商是怎样？那是开发商啊。他们来干嘛？他们会找一些开发商，模糊焦点。节能减碳护老树，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局别再占公园，警局别再占公园。言论自由要保障，言论自由要保障。警方违法应就责，警方违法应就责。节能减碳护老树，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局别再占公园，警局别再占公园。言论自由要保障，言论自由要保障。警方违法应就责，警方违法应就责。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来到警政署的门口，我们实在不希望警政署会变成斧头帮，但是我们看到现在的状况，他们越来越像斧头帮，这是非常糟糕的事情。那现在台北县已经有六个地方的派出所都是占据人民的公园所盖起来，这样子一个不当的坏的习惯，很有可能就会蔓延到全台湾各地，变成全台湾公园的浩劫。那马英九总统所讲的节能减碳跟公东西盖，节能减碳东西给，谨记，马英九总统也讲，把街头还给人民，把东西给。这个案子，板桥石雕公园的案子，在去年10月10日的时候，曾经参与了全球350行动的串联，一个节能减碳的行动的全球串联。那一次有300-500位地方的民众，有老人有小孩，夫老妻幼的参加。是台湾近年来最大规模的城市绿地保护运动，而且是民众自发的。这样一个那么好的行动，但是警察却在12月24日，也就是新北市升格的前一天，把当地的几十棵老树全部净空，用暴力的手段全部净空。而这一位当时的台北县末代的县警局的局长林国栋，也因为砍树有功而高升警政署副署长，这是非常可耻的一件事情。那我们也很疑惑，难道是因为这样子投桃报李的因素，所以侯友宜可以升到当新北市的副市长？那老树，几十棵的老树就变成一个祭品，所以我们希望大家在今天的活动结束之后，好好去追这一条不为人知的内幕。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还特别要声援一位受害者，受害者最多的是老树，有几十棵的老树是最大的受害者。那声援老树的人也会变成受害者。那潘安江先生，他是双河这边的护树联盟，过去声援板桥的行动，结果声援者居然变成集会游行的首谋。警察砍树违法在先，但是居然爱护老树的人会被违反集会游行法移送，这个叫啥？做贼的喊抓贼，警察自己做贼，把树偷走了，居然还去抓一般的民众，保护老树的民众，这是非常可耻的事情。我们也不希望集会游行法从此变成警察公报私仇的工具。我们也从这个案子可以很清楚地看到，集会游行法这个恶法已经到了不得不修正甚至不得不废除的时刻。我们从这个案子，我们真的感触非常的良多。那整个全台湾全世界都在讲节能减碳，都在照顾这些树，照顾这些绿地，但是警察却是把很多的绿地霸占下来做他的派出所。那他用的一个方式，他用的一个方法是都市计划
公共设施用地多目标使用办法，这是一个位阶比较低的法规，但是在都市计划法第42条，公共设施用地应仅先利用适当之公有土地，适当的已经是公园，已经是一般人都可以使用的地方，绝对不适合再拿来做派出所，这是很清楚的事情。这些树是应该要好好留下来的，不应该鸡飞城市。这是我们今天第一个诉求，就是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局别再占公园。那第二个诉求是言论自由要保障，警方违法应就责。在整个过程里面，前台北县警察局，也就是现在的新北市警察局，做了许多违法的事情。当时林国栋副署长还是警察局局长的时候，他在县议会被询，他说同仁不懂法律，他自己都知道错了。所以这样的事情，我们希望知错要改，而不是知错不改还越错越大，知错不改还把树砍掉，这是万万所不能被大家所接受的。所以整个过程里面，包括违反台北县的树木保护自治条例以及种种违法的事情，我们事后都要继续的追究。我们也知道现在监察院也在调查当中，甚至我们未来都不排除会提出刑事的告诉。那我们希望警察要悬崖勒马，不要在这个时候来移送用集会游行法这样的恶法公报私仇来移送保护树木的这些民众。那我们今天也有许多的民众，当时在场的民众，他们也都戴了手铐，而且他们把手铐举得非常高，他们说他们当时也都是在场的人，他们每个人都是手谋，他们今天来自首。警察局很奇怪，是跳过这些在地的民众，而故意去起诉一个去移送一个外地来声援的护树团体的朋友，所以我们这是觉得这是非常离谱的事情。那我们再喊一下口号：节能减碳护老树，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局别再占公园，警局别再占公园，言论自由要保障，言论自由要保障，警方违法应就责，警方违法应就责。那我们现在就要来颁发这个金斧头，好，要不要颁发这个金斧头？那我们在颁发金斧头之前，是请田委员帮我们讲几句话，因为田委员一直在关心这个违法的案件。我们在宜兰哈，非常非常重视老树。我还记得陈定南当县长的时候，有一个校长，他为了盖校那个新的教室哈，这个砍了两棵这个雀榕，被他记过。教育界哗然，觉得他这个处分太重。但是陈定南告诉我说，因为雀榕会吸引鸟类，他把这个树砍，他非常的生气，说如果教育界都没有这样的概念的话，那我们台湾未来怎么办？我们怎么教育我们的孩子？同样，我们的警察应该是让我们大家可以安居乐业，但现在这么多的居民站出来，请警察不要占据公园，不要砍走老树。但是我们的警察先生都没有听进去。最离谱的是，林国栋警察局长，他不但砍了老树，而且呢，这个我们但现在大家都非常关心的连胜文枪击案，到现在闹到沸沸扬扬，他还高升到警政署担任副署长啊。那我是觉得说，今天呢，警察面对树木成为斧头帮，这个是国际笑话，这个是国际笑话。那这个而且赶在朱立伦哈、这个就职前一天，上任前一天哈、匆匆忙忙的把这个案子执行下去哈、事实上哈、是等于是这个好像在清仓一样哈、让朱立伦不要去背这个恶名。那如果这是那么好的政策，就等朱立伦市长上任的时候公开的来做啊，何必赶在朱立伦就职前一天偷偷摸摸的强行的来做呢？所以我们今天并不是反对警察来盖好的这个建筑的这个派出所，而是说，第一，你的地点不对；第二，你要盖那么大的量体吗？我们台新北市，我常说台湾有一个我们的
你要盖这个高楼大厦，你花了钱就盖得起来，但是大树跟老树你是用钱用起一波板化用起贴起来，一定要时间，要阳光，要空气，要土地。所以在新北市跟台北市，我们的树木是越来越珍贵。那在这边对于被移送的潘汉江先生啊，我觉得替他非常的抱不平。那我也为了这个事情跟我们的这个警政署都沟通过，但是他们还是坚持要做笔录，要移送啊。那我在这边特地赶来啊，这个向我们长期护树的志工们加油。我相信啊，跟我们大家共同来努力，遏止这个警察的建筑不当占用公有土地、占用公园这样的一个恶习。谢谢。好，谢谢田委员。那我们现在就来进行这个颁奖仪式啊，我们来颁发这个金斧头。我们来颁发金斧头。我们先请得奖的是林国栋副署长。他因为砍树有功，砍了50棵树，荣登斧头帮帮主。太好了，我等的就是这一天呐！我们来授予这个金斧头。来祝贺他升官发财，发财，升官发财，发财。那请这个林国栋帮主来帮我们介绍一下你们的几位斧头帮的这个大将。太好了，非常感谢各位哈！今天颁给我这个金斧头奖啊，是实至名归啊！我等这一天等太久了，大家看到没有？我左手边的这张海报啦，警政府副署长呢？还是谁？好，警政署的副署长哦，哈，你看名字才刚换下来而已，刚出炉的副署长。我先介绍我啦，哈，我叫林国栋啦，我最喜欢砍树啦，金斧头太好了，我回到家我立刻我就把它给它供起来，每天早晚三炷香。再来我要介绍我的海山堂的堂口堂主刘彰远啊，请大家都可以继续去追着他哈。再来江翠，我的江翠组，我的爱将，我的成人中啊，我们通通都是一伙的。所以今天我砍树我升官，未来他们砍树保证他们也一定升官，哈哈哈哈，太好了。再来大家来看看我的业绩，因为你们一定不相信我凭什么可以拿到这个金斧头。大家来赶快看一下这张海报，看到没有？哈哈，到哪里去了？当然是被我们送走了嘛，砍掉了嘛，是不是啊？如果今天啊没有这些业绩啊，我们怎么可以得到这个金斧头奖呢？是不是？对，记者先生、小姐、朋友们、各位互助团体，我们会拿到这个奖。当然我们也有建树嘛，哈，看看这些树，当然是砍的砍，死的死啊。将来啊我会砍这些大树，我还会送给你们更大的树啊，啊，这样有什么不好？先砍一砍嘛，没有先破坏哪有建设呢，是不是啊？这个就是我的名言呐。好，再来看看我的右手边一样哈，现在树都砍光光了，你们这些护树团体啊出来乱抗议啊，抗议你们浪费的是什么？浪费的是社会的成本、国家的资源啊。我们乱砍树对不对？我们就是要建设啊，啊你们出来抗议啊，你们抗议浪费了这些社会的成本、社会的资源，你们真是太不应该了。你们要来跟我学学嘛，我们先把围墙围起来偷偷砍啊，对不对？我们先围啊，啊民众都不知道啊，啊围起来我们在那个里面干什么他们也不知道。你们要学我们啊，以后要做什么偷鸡摸狗的事情啊，围墙先围起来再说啦，树呢慢慢砍嘛，对不对？我们很快啊，我们树一下就给它砍光光了啦。啊对外面我们是讲说修剪老树啦齁，啊实际上当然是腰斩比较快啦，对不对？不然等潘汉江来我们就没搞头了。
我还可以拿到这个年终奖金，这个大礼物，这个金斧头啊！哎呀，不可怜的代志啦！这就是以上就是我的建树啦，将来大家都可以看着办哈！我的这几个爱将们哈，大家就看看哦。然后呢，我今天呢要来杀鸡儆猴，因为就是我右手边的这个人，我对他实在是太生气了。要不是他揭发了我，说不定我现在会升更大的官。好，没关系。我今天已经得到了这个金斧头，全世界应该是只有我得到。那我今天呢，要来做这个金斧头，先来砍一个人吧，对不对？我砍死了他，哦，我才会报我心头的恨。好，来啊，我要砍他了哦。砍他姐，死吧！节能减碳护老树，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局别再占公园，警局别再占公园。节能减碳护老树，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局别再占公园，警局别再占公园。言论自由要保护，言论自由要保护。警察违法要调查，警察违法要调查。警察违法要就责。警察违法要就责，言论自由要保障，言论自由要保障。警察违法应就责，警察违法应就责。节能减碳护老树，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局别再占公园，警局别再占公园。言论自由要保障，言论自由要保障。警察违法应就责，警察违法应就责。好，我们看到这个是惨绝人寰的一个事件哈。那我们今天，我们接下来就请环境法律人协会的理事长文鲁斌来跟我们谈一下这个从集会游行法，从法律的观点来谈一下这一次的一个案件。好，大家好，大家午安。这个。今天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在哪里？刚刚我们有听到那个副署长希望砍树，那当然我们可以邀请我们这个前面有好几棵树，要不要叫他出来砍一砍吧？可以卖一些钱，那也是他表示他的价值，他表示他的价值观，他的价值观是什么？他的价值观是这些树木不值钱，这些树木对我们没有经济价值，经济价值不够，经济价值低于厂商的要建设。那厂商要建设，刚刚我们有一位也是包商来的，要来制衡我们的抗议。那我看刚刚那个警察就把他的牌子拿下来，然后请他离开，可能怕会有一点冲突。那这些树木，他们可以讲话吗？他们当然可以讲话，就是我们听不懂他们的语言，我们听不懂而已。但是他们可以讲话，他们在这个地球，这些物种在这个地球比我们人类极是完备。他们的智慧，他们所累积的智慧比我们人类，很抱歉，我不是不希望人，但是比我们人类他们的智慧是多非常多。所以问题是他们讲话我们可能听不懂，他们更听不懂，他们听不懂必须有发言人，那发言人就是各位。那今天发言人要保护昆虫，要保护树木，要保护植物，要保护那个森林、河流、水、空气。因为一般人，尤其是他们，听不懂，所以我们要继续发言。但是今天我们发现，我们发言，他们就选择性用一个机会游行法，机会游行法来针对我们的树木发言人之一。刚刚那个副署长、副座讲的没错，就杀鸡儆猴，就让我们越来越觉得我们没有发言的空间，
没有用，而且不但是没有用，可能会被抓。那我们今天来这边声援潘安生，是要叫每一个台湾人，你有一点良心，你喜欢空气，你喜欢水，你喜欢一个健全的社区，那应该来支持来声援。那我们这个机会游行法今天来自民进党的立法委员，我们当然是很希望啊，我们这个机会游行法啊，最好是把它废掉了。那你不能废掉的话，因为我们知道，民进党执政的时候，他们有一点担心那个机会游行法如果是无限上纲的话，那会有一些问题。那国民党更怕，所以更不愿意修。但是我们要坚持，然后老百姓要站起来，然后要继续发言。那今天我不晓得他们没有，他来了 ，OK， 好。那我们今天我讲到这里，那谢谢大家，请继续支持，谢谢。接下来是不是警政署这边的代表的官员保安科吕科长，吕新彩吕科长，来跟我们说明一下为什么保护树木反而会被用集会游行法来移送？那么到这边我们有一份陈情书。里面可以看一下，来，我们讲一下内容。这个，我们就两个主要的陈情内容。我们这边大家喊口号，让这个官员听得到。好，节能减碳护老树。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局不该占公园，警局不该占公园，言论自由要保障，言论自由要保障，警方违法应就责，警方违法应就责。我相信这个案子应该警政署这边应该很清楚，要不要直接跟大家回应一下？这个田委员这个是潘召集人嘛，哈。还有各位这个关心老树的朋友们啊，大家好。这个今天啊，我是保安组啊，我的名字是李新彩科长哈。来这边有几个，就是你针对你们陈警的事情啊，我提出我个人的看法啊。第一点，这个节能，我们需要的是警政署的看法，不是个人看法。不是，他这个案子哈，其实整个程序应该田委应该也知道。这个兴建派出所哈，这个权责是在警察局的哈，不会到署里面来哈，所以警政署根本对这个案子不是很了解。第一点，第二点，这个节能减碳，这个护老师，这个节能减碳这个部分是普世价值哈，我们也非常支持的哈，也非常支持。那以后会不会有？听我讲完的话哈，听我讲，抱歉。至于说这个是不是违反集优法的这个部分哈。据我们了解，这个案子已经进入到司法程序啊，我们这边就不方便表示意见。那这个部分哦，如果说有诉求了，有关于相关的权责单位，我们都会分送各相关单位来做一个妥善的处理。那这个陈情书呢，里面有这个相关的资料，我们会正式来行文来答复。哦，以上就是个人的报告。是你个人还是警政署？因为我们今天是来警政署，其实我们给的是警政署，应该不是你个人的看法。因为这个案子哈，其实我们也会签给上面做批示，我们会正式答复，正式答复。那正式答复当然就是警政署的立场。好，谢谢。因为今天我们主要有两个不同的诉求，一个是现在警察的派出所在各地都有这种占据公园的状况，那这个跟马英九总统的节能减碳的政策是完全背道而驰。那这个案子是最粗暴的，那像这样的案件，一个是个案，你们怎么看待下面的？你们作为警政全国警政的最高的行政的机关，你们怎么去督导你们下面的这些下层机关做出这种违法的事情？那第二个是这种状况会不会变成一个通例，就是到处都是把公园拿来盖派出所？你对于这两个你们的看法是怎么样？刚刚针对你的议题，我第一次我就跟你报告过，说这个部分有关于兴建派出所的权责都是各县市警察局，
哦，他们去找这个地，我看这个案子好像也是市公所他们同意嘛，哈，刚开始就市公所同意把这个块地移给这个警察局来兴建这个派出所。据我所知啊，哈，据我所知，那这个部分我们会会请相关单位来投事来考虑，是不是已经。如果说尽量哦，就是有关于新建派出所的这部分，应该要妥善密地的哦，密地，因为这个有些地方哦，有不同的声音的哈、哦，有的人是希望我们派出所是建在他们家门口啦，啊，有的人他这个立场是不一样，有的人是啊，你这砍这个老树是破坏生态，那这个部分怎么样一个取得一个平衡点？哦，平衡点，这个各相关警察局应该要妥善的考虑了哈、哦，考量相关的这个。有，我记得有的派出所要迁走啊，那个当地的民众也是很反弹的、啊，说你迁走我们这个治安会不好了哈、哦。这个立场是不一样，所以考量的着眼点不一样。那这个部分我们会要求各县市警察局妥善来哦，甚至做好沟通的工作了哈、哦。那这个生态还有这个老树还有树木这部分哦，要妥善的做处理了哈、哦，做处理，谢谢。啊，科长，我想你们现在没有办法再说哈、哦，这是地方的事。我想你们现在不能够再说这是地方的事，你们警政署不知道，因为这个地方上担任局长的时候出这个问题的林国栋，现在已经变成这个你们的警政署副署长了啊，这个你们要都要知道了啊。那啊，第二点，我是觉得说哈，警察应该是给大家安心，而不是让大家哈来抗争。而且科长，你看看啊，这多荒谬！你们把树砍了哦，然后围墙外面在种什么？在花我们人民的纳税钱去挂这个小花小草，做的绿美化，我们不要这样子嘛。好、哦，我刚刚也讲过，在台湾哦，你用钱哦，你用钱就可以把高楼大厦盖起来，但是老树是用钱堆不起来的，它一定要时间，好、哦，一定要空间。那你现在把这个都毁掉了啊、哦？那当然，我是觉得说，你们讲的当然都步步有理的。公路警察大家嘛惊啊，大家你讲要去里堆的去里堆呀，哈、哦。但是我是觉得说哈、哦，这个以后希望不要再发生，哈、哦。那个我知道你今天因吼嘛真为难啦，哈、哦。我嘛无期待讲你伫遮哦批评恁的这个警政署副署长，但是我是觉得说哈、哦，警政一条边啦，你们的警察是一条边的啦。哦、我先生当过宜兰县县长啦，对吧？警察局局长还上镜诶，警政署长镜诶啦，是行政院长镜诶哈。所以我是觉得说哈、哦，这个事情卖个小 AT， 好，以后不要再发生。谢谢。节能减碳护老树，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局别再占公园，警局别再占公园。言论自由要保护。言论自由要保护，警方违法应就责，警方违法应就责。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在这边我们最后用一个行动来做一个结束，就是我们大家把这个警察的这个就责专案哈、哦，好，我们现在这个要来追弃全台湾的这个斧头帮的三位大将哈，我们就把这个斧头帮的这个追弃公摊哈，我们来把它贴到这个警政署这边哈，让警察来帮我们来抓这些斧头帮哈，我们大家开始。那个。节能减碳护老树，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察别再占公园，警察别再占公园。言论自由要保障，言论自由要保障。言论自由要保障，言论自由要保障。警方违法应就责，警方违法应就责。节能减碳护老树，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局别再占公园，警局别再占公园。节能减碳护老树，节能减碳护老树。警局别再占公园，警局别再占公园。我们把那个斧头全部拿过来，斧头，还有那个相片都拿过来，斧头跟相片。啊，林国栋要在那边啊，林国栋被抓到了、啊，就在这里啊。
我们大家看哦，这个就是斧头帮的帮主，那我们希望他有一天能够真的绳之以法，希望他能够有一天能够绳之以法。好，我们希望警政署能够赶快把这个砍伐老树的这个斧头帮的三位大将通通赶快绳之以法。好，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那也谢谢各位参加，谢谢。Hello.